文明点儿，怎么着？咱是个老板了，你跟小丽跟家里这么说话是不是？行行行，我错了错了，啊，别生气了。听见了？我听见了，行了吧？这孩子啊，行了吧？他除了这些，别的就没说。没了，你们那都是不在，那马文林是撕心裂肺，那感觉给我吧，就是这么多年。 窝在他心里就没死，每句话说的，哎呦，那叫我揪心的，好几回我差点陪着人家哭了。看来这个马文玲，还应该是个不错的母亲啊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事就摊在咱们家了。我告诉你要换个另一个人家，我侯玉倩又不把他那儿子给他找回来，才怪呢。挺好的一个妈呀！你坐一会儿，有啊，关着门。笑什么？你笑啊？ 这么回事？我跟你说，爸妈，我想起上学的时候啊，我们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一个医生啊，给大家讲了很多抽烟的坏处，就问在座的各位，说你们在座的抽烟的有多少啊？唰，全拉手举起来。然后这医生又问，说，那你们能戒烟的多少？唰，手一放。然后医生又说了，说，那你们既然知道抽烟的害处，那为什么还戒不了烟？ 那你们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也抽烟，那你们反对的多少啊？这帮人唰就把手举起来了。你当我听不出来是吧？这笑话说我呢，不就是要求别人容易，要求自己难？没有没有，啊，我就是给你讲个笑话，让你放松一下，你可别把自己身上安啊。来来来，吃个冰。再说了，咱们家老三这个事儿，那怎么能跟戒烟比？这事儿可复杂多了。 其实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我现在呀是又喜又愁。喜的是你大嫂这马上给咱窦家续上香火了，愁的就是三儿啊。你说他这事儿要解决不了，搁在这儿不是块心病啊。行了，妈，你现在啊什么愁事都别想，就一心想着什么时候跟你的孙子见面。你小时候不是经常跟我们哥仨说吗？嗯。这苦一天愁一天，那不如唱一天笑一天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啊。 就踏踏实实的跟那些老年对儿啊，什么跳跳扇子舞、扭扭秧歌，什么愁事你就别想了啊！行，明儿说的对，以后妈把精力放在你大嫂身上，放在我孙子身上。这就对了。对什么对呀、啊？你呢？怎么办？你说你和小七结婚好几年了是吧？就这么分居着，你怎么想的？以后怎么办？我还愁你呢。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，妈，刚说完不提愁事，你怎么又提醒？ 谁让我三个大儿子呢？你们都是我的心头肉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少根树杈我这心里都疼。你们也别管我，我就操心的命，我操你们三个祖宗的心。哎呀，孙女嘛，不管将来怎么样呢，你身体呢一定好好的。将来不管是孙子啊、孙子啊什么的，需要来照顾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。 怎么样？看到我的真正实力了吧？刘主任小姐，这回你可认输了吧？我今天是心情不好，影响了我的发挥。哎，少爷，我问你的问题，你想好了吗？我怎么回答我妈呀？我想好了。那你不告诉我？同意啊。那么坚决？因为我自己说服了自己。说什么呢？你说服你自己有什么用啊？那是我的事儿。笨死你算了。 你才笨呢！哎，等等我呀！哎，你说服你自己什么了？一个人要对一件事情没有了新鲜感，也就不会再有热情与激情，缺少了这两点，自然就会变得麻木。比方说你吧，你对医院、对医生，早已经习以为常，司空见惯，对他们失去了兴趣。
我告诉你，对没有兴趣的东西，任何人都不会积极努力的。久而久之，就会把自己变得很平庸，变得无所适从。于是，就只能碌碌无为的打发时光，敷衍生活。你要面临即将要开始的一生职业，就是这种状态。也许吧。不是也许，是一定。就像你刚开始不想选择我，你那时也是这种状态。与其这样。 你倒真不如选择一个新的领域。阿姨现在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，既没有让你完全放弃你自己的专业，又可以让你在这个新的平台上面激发出你的热情与活力，还给你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空间，你可以在这个新的舞台上面自由自在地施展你自己。我说你怎么比我自己还了解自己啊？因为我比你聪明呗。这点你的胡歌不行啊？哼，少臭美了你。少爷。 你说一个人要是失去了新鲜感，他会怎么样啊？就会变得枯萎，像一根蔫了的黄瓜，无人问津的野草。那你会对我永远保持新鲜吗？瑞瑞，我曾经告诉过你，我喜欢追别人的感觉，我之所以这样，就是想保持住这份新鲜感，而这份新鲜感也能总让我保持着旺盛的精力。对，你和我一样。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等我一毕业，我就去我妈那报到去。好，那我就耐心等待一颗商业巨星冉冉升起，从我的眼前冉冉升起，啪，发光发亮。我绝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相信你，努力。呸！没事。妈，给我。哎，妈早。 三弟子啊，三弟子，来吃。哎，小丽，谢谢大哥。把这加这个。行。小丽啊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你看啊，你要是不想辞职的话呢，也可以，能不能跟单位领导呢？ 请几个月的假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头几个月保胎是最重要的，只要熬过这几个月，你我心里都踏实了，好不好？是，就是。我想想啊，小丽，小光说的对，妈也这么想的。你又不是特别年轻了，是吧？好不容易怀上个孩子，要不你跟你们单位说一声，能请假吧？是吧？你说呢？请请假，歇几天呢？ 妈，我们处里也有几个怀孕的，人家都没请假，我实在不好跟我领导开口。人家，你能和他们比吗？他们请了假吃什么喝什么，嗯？而你呢？你什么都有啊，你和他们比什么呀？大哥，你别叫大哥，我是你男人。大哥，怎么说话呀？闭嘴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 我告诉你，上回你给我听好了，在我心里，我妈都不能比你重要。这孩子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小光，什么可我去说话呀？不吃饭了？不吃。小光，啊，你跟人家喊叫什么呀？人家还怀着你的儿子呢。 我跟你说，你要把他弄烦了，你儿子在他肚子里发育都不好啊！哎呀，妈，我知道你别说了，行不？我还有事儿呢，行不行？你记着了啊！我记住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我知道了。记好了啊！行行行，回去啊！快去走吧，你不迟到了吗？行。小丽姐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陪你一起走。不过，刚才大哥说的很有道理，这事儿你真的好好想一想。 季主任早，哎，早。薛主任，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啊？没事。好，谢谢。
上午有手术吗？孙医生和张医生有两个简单的手术，你和我还没有安排。主任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先到里屋休息一会儿，有事我再去叫你。没事，来坐。赵辉，我说那个原子问题，你考虑了吗？我正想和您说这事儿呢，可是。 您现在不是不舒服吗？没事儿，你说你的。我认真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，如果这部分不解决好的话，即使有突破，也会变得很平庸，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越过去。我已经列好了修改的提纲。主任，你再帮我看看。 你就按照这个方向走，你把问题都给拧过来了，而且是恰到好处。赵辉，你这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呀？真想敲开看看。薛主任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，我就按照上面这个思路，不超过一个星期，我保证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调整过来，到时候再请你重新把我把关。好，一个星期后。 等你的成果，我又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你的意见。你说的对，在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能忽视。我接受你的意见，解决不了的事就不要钻牛角尖。为了保证整体的质量，我只好丢卒保车，忍痛割爱了。可不解决不完整，不能让一个难点坏了整个的成果。就像一棵树上坏了一个苹果，不能把整棵树砍掉一样。 前两天我已经把它交给文林了，虽然说有点遗憾，可是对文林来说，只要能研究出来，利润就肯定小不了。我说你，你不能自己糊弄自己。对不起，我是太着急了。你看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，不仅在医学界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，就是对文林也会产生出更大的利润，两全其美不更好？ 我也想两全其美，可怎么两全？怎么美？再缓缓。缓？可以缓。不过，我已经把它送到出版社了。只要出版社答应出版，那就盖棺定论了。你要有好的想法，最好快点。你真的把它送到出版社了？杨乐，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 对朋友、对事业都追求完美，这个我很清楚。可是，如果你还想再说这件事，除非我们俩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掉你所说的原则问题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话题就让它过去吧。其实下点功夫不是不能解决。你又有想法了？现在没有，但我想，总会有办法。 北昌，这件事情怎么就让它过去吧？如果一时半会儿你还拿不出新的想法，我只好等出版社那边的消息。也许他们会给出一个很好的建议。这倒是一个办法。北昌，在这篇东西上，你也花费了很多的心血，下了很大的功夫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成果一定要算咱俩的。 院长，我不能抢你的成果，这怎么叫抢啊？你本来就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嘛。院长，千万不要说我的名字。院长，医院里已经把副院长的人选报上去了，我推荐了你。 刘大助理，都开始走马上任了，行啊！那可不，你在前面吆喝着，我妈在后边赶着，我敢磨蹭吗？我，不过说给你说的对，到了新的公司以后，好多事儿我都觉得特新鲜，还有很多地方呢，都是我熟悉的元素。
我现在热情特高涨，激情特澎湃，新鲜感特别强。行，只要你能疯得起来，而且一直疯下去，你这公司啊肯定火。你会说话吗你？好听话都不会好好说。对了，瑞瑞，你得根据你们公司的业务给自己设计一个计划。计划？对啊。什么计划呀？三弟，三弟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这儿了，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带着你小丽姐来做检查。我跟你说，你跟你小丽姐说一声，让她休两个月。我早就劝过了，可是……啊，对了，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瑞瑞，这是我大哥，这是刘瑞瑞。窦总大哥你好。你好，刘瑞瑞，啊，你可以啊，不声不响的抱三弟爆炸了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你俩挺有缘。最早我就想把你介绍给三弟的，知道吗？原来你们俩认识啊？认识，我经常跟你说那个女大学生，经常到酒店来消费那个。瑞瑞，谢谢你的结婚礼物。客气什么呀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你最好的客户。那倒未必，最近我可一直没赚到你钱啊。怎么和三弟好上以后我就不来了？啊，大哥，不用犯愁，人家现在是董事长的助理，以后不愁赚不到他钱。你可不许宰我，还得给我继续打折，要不以后我就不去了。没问题，有老三作证。对，我作证。三弟，没有。把包给我。小丽姐，检查完了。嗯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刘瑞瑞，我女朋友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见过的。是啊，大哥当初说你是他妹妹，我差点给蒙住了呢。当时他没有蒙你，那个时候啊是他妹妹。瑞瑞，有空常到家里来玩啊。好啊。哎呀，老三啊，我们俩不打扰你俩了啊，要回去了啊，慢点走啊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。拜拜，慢点。慢点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。小心。嗯。他们俩真幸福。现在吧，其实挺想，挺想。你想什么呀？你怎么现在开始打磕巴了？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。特想结婚。结婚？你惊讶什么呀？不是，这太突然了吧？很突然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给你考虑三分钟，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？我愿意。我就知道你不愿意三分钟。这里是医院，你注意点影响行不行？医院怎么了？我又没怎么样。不是，我是怕我疯起来比你还疯，到时候让别人看见了说，哎，看那边有一对小疯子，怎么办？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我乐意就行了。少爷，啊，我一会儿请你去吃饭，走。哎，干什么呀？我得先换身衣服啊。好，好，你快去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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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呀？看看，这个是我爸做的一个项目，我妈出钱研制，我具体负责。今天我找你来，就是要跟你说这件重要的事情。我妈现在已经和同和药厂签约了，我们会在他们那边做研制，前期也投入500万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，那你就干呀。干嘛把这个拿给我看？不是。可是我觉得这里边好像差点什么，我又说不出来，所以我就找你帮忙了。哎呀，这是你爸的东西，我看我还是算了。怎么，你怕得罪你们院长？也不是了。你就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我的第一个项目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要做不成功，我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，而且我也会没什么信心。叔叔，你就帮帮我吧，帮帮我吧。好吧，哎，不过咱把话说前面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我看过这个东西。行，没问题，你在我心目中可比我爸重要，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
么了？嗯，没什么。这个东西我拿回去仔细看看。好。东西好了，该吃吧。嗯。好吃。好吃吗？越搞越糟的，我宁可让他把我除名，我也把这事跟他说清楚了。爸，你说不清楚，事实为什么说不清楚？我还不信了呢。帮助你解决问题，在医院给你建立实验室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了在医院能给你建立实验室，我牺牲了个人有利的条件，让家里人自己掏腰包。我难道还对不起你？不仅对不起我，你还对不起阿姨。阿姨她完全是……这里是医院，没有什么阿姨。你不要以为你跟刘蕊的关系就可以放过我，杜少辉。好，你是院长，那你更应该清楚一个人的责任心有多重要。你这么糊弄你的投资方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你对他负过责任吗？不要无理取闹！你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！我还没说完呢。李世学院长，那是我多年的心血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你要是解释不清楚，我去告你。告我？哼！你拿什么告我啊？你说是你的心血，那是你在 HCU 上的心血。在我的 CUY 上没有你半点功劳。你说是你的，你的依据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发表过？在哪儿有过实质性的结论内容？你要是能拿得出证据来，我宁肯枉费我这么多年的心血。就凭我看了几眼 HCU， 啊？你拿什么告我？事实就是事实，那要问不敢承认吧？没错，事实就是事实。事实是我在 CUY 上几年前就开始了。我还有证据，董兆辉，这是我的心血，是我多少年积累的心血。我也不瞒你，你们薛主任就可以给我作证。而且，在我几年前开始思考和完成初稿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，我们是一步一步走的。有人给你作证。原谅你的鲁莽，年轻人嘛，血气方刚，可以理解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院长，你一定要夺回我的权利。年轻，你还年轻。我说老三，你今天到我这儿来，我就觉得奇怪。菜一口不吃，话一句不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跟刘瑞瑞闹掰了？跟他没关系，是跟他爸的事。他只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。文莲，你也知道，我写这篇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、一年两年了。这事儿，伟昌都可以给我作证。再说了，窦兆辉呢，虽然优点不少，可是你没看他发起脾气那个样子，跟当年刘明哲一样。废话少说啊！我投资之前也找伟昌谈过，他没说不行，只是说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，这跟我实际操作不矛盾啊。窦兆辉这么一闹，那我投资不就全部打水漂了呀？你看你，
我只不过随便跟你说两句，你还真上火了。那我就让他闹去，等过两天我论文发表了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他谈谈。谈什么谈呢？没这个必要。你看，这个时候你要主动找他谈的话，反而倒像是我做错了。再加上他跟瑞宇的关系，你也不能太掉价了。即使要谈的话，那应该是他主动开口才对，你说是不是？气死我了！哟，这又怎么了？那董事会不知道死哪去了，这家里边也没有，手机也没人接，这混蛋就为这个又生气了。嗯，你说他能去哪儿呢？真是个孩子。So deep, so true. I found in you. So many reasons, and so many ways. My life has just begun. Yeah, need you forever, and I need you to. 不行，他欺负辉就不行。不行，我找他去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们院长玩命。哎，行行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？妈妈妈，你就听老二的，你就是要去的话，也想好了再去，好吗？你说呀。你看啊，咱们一开始不就担心控制不了老三跟李世学在医院里的接触吗？啊，这回好了，他们俩打起来了。还见面的，不天天打个鸡血不宁，那就不错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妈，这是好事儿，他们要掐起来，对咱们有利益，不是？那当然了。你再接茬往下想，这个李世学跟马文玲是两口子，现在老三跟李世学是水火不容。不管老三跟刘瑞瑞再怎么爱，这事儿没解决之前，老三那性格他就不可能上他家登门拜访去，咱们又少了一份担心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妈。二弟这么一说，我的心就敞亮了。妈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住老三，你说呢？对，这就是咱们在暗处，他们在明处的好处。咱们可以随时调整自己。这下小明又说我踏实了，我先不找李世学去了。什么时候他再欺负辉，你看我不找他去？到那个时候咱们再说啊。不对啊，我觉得，可老三这个东西能赚这么多钱，白扔了。辉要的不是钱，他是要争那口气。他这口气出不来，你看他每天那就垂头丧气的，那是他的心血。我这两天啊，也把老三和李世学的东西比较了一下，我到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让老三的心血白费了。还是小明，贼精贼精的。肯定是老三回来了，他要不提这个事儿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别忘了。他怎么跟地下党似的？妈呀！妈，哎，三儿啊，大哥二哥，嗯，你上哪儿去了？瑞瑞给家里打了多少回电话，说联系不上你了。我手机没电了。你这是吃了饭就跑出去了？啊，心里跟长了草似的，慌慌的，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最近太忙了，有点累。妈，大哥二哥，我就不陪你们聊了，我上去了啊。上去啊，歇着吧啊。哎。赵辉，你也太冲动了，我当时怎么拦也拦不住你。你说你现在和院长闹得翻天覆地的，又是这么一个结果。我知道你心里堵得慌。你心里再堵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的状态不对，你赶紧调整过来。当初我听你的就对了。什么听我的？我只跟你说过要冷静，别冲动，啊，那么鲁莽与事无补，其他的我什么也没说。主任，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我好，可是现在这层窗户纸他已经捅破了，我还要为自己争回权益。你说我就不明白了，明明是我对的事儿，
可是他那么一说，倒弄得我没辙了。老辉啊，你还要和院长继续较劲？我不是较劲，我是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。主任，我还要问问你，院长提到的关于你那些事儿是真的吗？是。CUY 这个课题，院长几年前就在做，我也看过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院长有个东西跟你差不多，你当时可能并没有在意。不过有一点不能否认，我看院长的东西在前，看你的东西在后。说句大不敬的话，那院长有那个脑子吗？杜兆辉，好，咱们就事论事啊。你说院长没脑子，你能证明吗？我觉得观念、观点、逻辑还有论述，都有它内在的联系，特别是一系列数据的形成。你说对不对？打起精神来，想通了，比什么都强。这样的，我们已经实验过几次了，就卡在这个环节上，还是老问题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其他的都非常顺利。嗯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需要多长时间做临床？不会太久，具体的时间我们还要精算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我来解决，你先把快要完成的做成系统的文件资料，一旦这个解决了，我们就可以申报立项了。刘瑞瑞，董事长。情况怎么样？没什么问题，没解决。走出来说。妈，你以后别再这么跑过来了，这样多麻烦。不麻烦，我说是我送饭来了，我还捎带看看我孙子呢。咦，长得太慢了。快吃吧，趁热吃了。妈，我这手头上还有活呢，我干完了再吃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全部都吃掉。那当然，两个人的量。那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妈，您慢点啊。哎。谢谢啊。少爷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昨天晚上跑哪去了？我到处找，你说找不着。瑞瑞，你就是再想我，也不至于连一个晚上都等不及吧？你少臭美了你！哎，我妈最近就跟着了魔一样，嘴里边唠唠叨叨全是你和我，我真的快烦死了，我都快跟我妈一样了。以后我要成了碎嘴婆，你可别怪我啊！找我妈算账去。瑞瑞，那，你妈她唠叨我什么了？我正要找你算账呢，你才见了我妈几次呀？现在我妈都快成你妈了，我只要说你一个不是，我妈就对我张牙舞爪。你说的也太悬了吧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少爷，我觉得你挺不仗义的啊。那东西给你多少天了？你看了没看？有消息没？你就那么怵我爸爸呀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说到我爸爸你就这样。也不是了，主要是我这两天太忙，还没顾得上呢。你忙什么忙？你就不想帮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帮我，你以后就少跟我谈情说爱的。哎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将来你可别后悔。你装什么大爷啊，窦兆辉，你就是一个不仗义。对啊，
我就不仗义了，怎么了？谁让你将我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就讨厌将我的，尤其是你将我。呦呦呦呦！兽医大人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！你看看，你看看你的瑞瑞多可怜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求求你了，麻，浑身都痒痒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鸡皮疙瘩，一粒粒都能数得过来。看看看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呦！你害怕了吧？嗨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妈那天特莫名其妙的说，你有些地方挺像我亲爸的。是吗？那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我觉得不仅是像，有些地方啊，简直就是一样。那我和你爸不成了亲哥们了？哎呀，刘瑞瑞呀，以后你可不能差辈儿啊！嗨，你找打是不是你？哎呀，瑞瑞瑞，对不起，我就开个玩笑而已。快坐下，这么多人呢。现在的年轻人太不谦虚了，看出一点小成绩就翘尾巴了，哪像我们那个时候虚心的向老教授、老专家、老大夫们请教，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。那就跟你说这些啊，就这些，你说别的。赵辉年轻气盛，在学术研究上有一帆风顺。哎，院长，你的那篇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？又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调整思路的？我是清清楚楚。我也直言不讳地跟窦兆辉说了，我先看到的是你的东西，人不是他的。我本来是想拉他一把，可是他太不谦虚，太盛气凌人了。你回去以后就跟他说，让他踏踏实实的干好本职工作。好，我就跟他说。哦，李畅，还有事吗？关于你副院长的提拔，很快就要批下来。不过，在外科主任还没有合适的人选之前，你还要兼着外科主任的职务。谢谢院长，我去了。啊。到了，自己回去开车小心点。嗯，我跟你说的那事儿你别再耽误了，没多长时间了，那可是我的第一个项目，你有什么消息赶快给我打电话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催命鬼。你要再说，你相不相信我在这儿折磨你？行，我服了，服了你还不行吗？那好吧，你先去上班。嗯，小心开车啊。再见。大姐，什么是天堂？对我来说，就是像你那样，有儿有女，子孙缠绕。什么理想、事业，我现在最大的理想，就是儿孙满堂。你那是客气话。不是的，真的不是，大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公司吗？我开公司就是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因为我只有忙碌起来了，我才能分散我内心的压抑和痛苦。可是我忙了一白天，等到晚上回来了，那些分散的和压抑和痛苦又就回来了。理解，我能理解。每个女人都有一个结啊，一个心结，就是对孩子的结。连我们公司那么多的女职员，一下了班以后啊，一分钟都不愿在公司多待啊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这个时候。我就没有这种享受的。
在你面前，我就是个残疾的女人。哪能这么糟蹋自己啊？所以说，云在天上，其实我在地下。大妹子，我每次跟你聊天，我都觉得你心里太苦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下回还该不该来呀。大姐，您在哪儿啊？您不来，我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常来看你啊。没事了，我真不好意思，我得走了。瑞瑞晚上到我们家吃饭去，我得给他做饭去。走了，一大堆事儿呢，还得买菜。大姐，哎，我那事儿您帮我打听了吗？哎呦，你看我都忘了跟你说了。我跟你说，最近我心里也挺烦的。我们家窦兆辉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脸搭得多长呢，蹭一家伙，每回都钻他屋里去了，冲那电脑发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我左问右问他不说。转眼又是一岁，霜染的鬓发难掩一年年的泪，相拥怀抱暖你的身世，这一生注定无怨无悔。妈妈都是